Baby， 彼此彼此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是。Baby， 彼此彼此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侃侃而谈的砍价师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长盛酒店的总经理。二位喝水。林小姐，如果你愿意将八号的婚宴档期转让给我，我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爱琴海豪华游轮套餐。爱琴海啊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如果您的婚礼在我们长盛举办的话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酒席给您打一个五折。啊，梦想是真的不能打折的。嗯，是这样，这个事情呢，我做不了主。嗯，婚礼的事情是我老公在安排，但是他去果园巡视去了，要下周才能回来。哦，那这样。这是他名片。啊，这上面有他的地址，你们要谈的话可以去找他谈。嗯，好的。耐心等待。你正常走你也不减速啊，前面有车你也不减速啊。哎，能没减速啊？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小伙子，真就是你的责任，就是你全责啊。那是我全责，要不然怎么讲讲理呢？哎，小伙子能不说话呢？这大堆事儿想撞你车呀？就是你责任啊，我怎么说话了我呀？这世界很酷。